吗？我是刘伯。因为我们在美国有住了一间民宿，然后我们就想要体验看看这边当地的圣诞节，然后当地的人他们会买真正的圣诞树来装饰，所以我们也很想要有一棵真正的圣诞树。通常大家都是十二月初就开始买，所以像我们这个今天23号，可能树已经没那么漂亮，这漂亮树大概都被大家选的差不多，但是我们还是想买啊，因为我们22号才来的嘛，所以我们就去看一看。昨天已经下了一天了，想说今天不会下，结果又下了。要在塞车中。对，大塞车。到喽，圣诞树就在前面这边。这边应该是一个临时的棚子，圣诞节的季节就会把树再来这边卖。看一下，哦，里面有看到树哦。你看他们就是那样子带树回去的，放在屋顶的屋顶上面。这里 welcome， 这边就是高速的入口，这是比较小块的，然后后面就是有大块的，这就还蛮美的。这个也很可爱，它这好像有的已经加工过，弄了一些粉上去。它的树顶都是普遍比较凸，还是因为真正的树故意这样子的？可能树顶本来就比较稀疏一点，看要挑哪一种大小的。这边的都还算漂亮，都没有很差。75 OK 75块 cool. okay. Do you need a stand on the bottom? Yes, please. Cool. 他问我要不要工作，我说要，就是帮我们准备的工作，然后可以帮那个树可以长。这样子就可以站着。现在他要帮我们把树绑在我们的车底，超酷超可爱。他上下各一条，然后绕到车子。对，绕到车子。Yeah, how long are you here for? 2 weeks. Oh, nice. Where? Taiwan. Taiwan. Oh, nice. Do you know Taiwan? I do know Taiwan. I've never been, but I know about it. This is our first time to buy real tree. Oh, really? Oh, you picked a good one. This is like the classic Christmas tree. Wow. So. 他说是 classic 的，是比较赞的。应该是现在有很多假的，它这种经典。哦，这个是经典吧。夹住。所以是固定在这个地方哎，然后这样子绕过去。这个环其实是够紧的。因为它是靠这个绳子夹住，线应该不会断吧？不会，那应该会很紧。你看树在上面，条纹很可爱，你的树在上面。刚刚店员跟我们讲说啊，这个圣诞树其实是不用特别的去回收，只要放在自己家的外面，他们会自己把它拿去收掉。时间比较晚，所以我们可能明天再去买它的一些装饰，好不好？嗯。好可爱，有这棵树就超有 feel 的。我想买星星。刚刚我有问店员说，载着树可不可以上高速公路？他跟我说没有问题。他们对他们绑的这个牢固程度很有信心。看那边有一只狗，超可爱的，它手还这样伸在外面，伸超长的。我们到家了。我们昨天买完树，因为时间太晚。来买圣诞树的装饰，我们所有东西都是1块美元，就是像是台湾的39元店那样子。对 ，everything $1。我要用最少钱来装饰圣诞树。好。哎，这白色不错看啊。嗯，这个可以啊，我觉得这蛮好。哇，最大的，这么多才1块。是那种 party 用的一些，这里也有圣诞的挂球，这一颗一个应该不够。哦，这个也很美，这个是做花圈用的，感觉这一间的圣诞装饰很少。这是圣诞袜，哇，很漂亮啊！这是小礼物装袜子里面。圣诞节帽子的妈妈。这边也都是圣诞装饰，然后圣诞节的糖果，这些都全部。1块钱，吃不完啦！我们买回来喽。
现在要来装饰我们的圣诞树，这个不知道够不够哎，因为它白色只剩两条，而且你看还不太一样。小心哦，不要用力拉，然后这上面这一根是很重要。然后我们下楼来装饰树喽。好紧迫，他不让我们用了，好吧？这个也太紧了吧！有了，开了，开了。等等，可是他没有那个啾啾，要怎么绑？哦，在这里，要自己 DIY 的。细工哦，每根都要自己绑。牛牛，我帮你把这个绳子穿好，然后你挂上去。像这样子就穿好了。那我要帮你穿线，然后你来绑。来，为什么在这里面？好了，那个三包泡面也是一块钱，超便宜。那这三包也一块钱，超便宜。这是我的宵夜。站远点看一下它的球的摆的位置，可以把摆分散平均一点，不要都是在同一个地方，你自己调整位置。外国人他们就是圣诞节都会穿那个丑丑的那种圣诞衣，对，就是他们就说那个是圣诞节的衣。而且你看他还少附了两个绳子，那我这两个怎么办？用放的，对，可以哦，可以。圣诞树，对，这样超有 feel 的哦。圣诞的 feel。耶，完成了，妞妞。对。好看吗？好看。你好敷衍的，来这边一下。我你怎么不行？为什么不行？我们布置完了，然后这个圣诞树的装饰，我们全部金额只花了多少？7块钱而已。你看这个，这个很像我们那个里面。对啊，车，然后上面都载满了树，有一点小遗憾是我们的树顶芯没有买到，但是也没有关系。我们有树顶，我们没有树顶芯。可是我们只有那个树顶芯，星星的芯在那个，在那里，所以你要在这个上。树顶芯在旁边。这是我们第一次自己买树，然后再买装饰，真的很有那个占领的感觉。那在之前这棵树的话，是安在哪里哦？因为那边就要长，马蹄边还在这里。对，记得每天晚上7点更新影片。拜拜。还有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！也许这次影片上片的时候，圣诞节已经过了，但是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拜拜！因为我们买树的时候有问过，他们是说处理的方式就是放在垃圾桶旁边，然后这个是属于落叶还是什么的，他们就是垃圾会把它收走。那我们就跟圣诞树拜拜了，我们等一下拿去放了。送给房东，送给房东，房东可能也不要了，因为 Christmas 已经过了。拿回去给他走，我带回家。你要带回家？可是没有办法带回去呢。可以。可以吗？怎么带？你扛着他回去。对啊。把它东西那个装饰品拆掉。